Hello，今天晚餐是吃宏达的炒卤味，因为我老婆今天跟我工作累了，她不想煮了，所以我们就去宏达买那个炒卤味，看起来不错吃。哎呀，顺便聊一下，咱台湾最近暴雨成灾，刚好我上个月也要去高雄，好，先拍一下我了哈。啊，边吃饭边聊，刚好上个月七月10号左右，我有去高雄去十几天吧，十天吧，去十天，啊，7月20号回来，高雄都在下雨。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影片说，那个一个 YouTube 影片就是爆红了，啊，那时候想说怎么一个影片怎么这么多人看，刚好卡到时事。所以一堆人就看，因为最近南部都下雨，都下雨下蛮多的。哎呀，刚好我那时候有去那个高雄那边，我帐篷开到，然后去那边，去那边刚好卡到一个时事，刚好那边下雨，雨是蛮大的啦，只不过我没有带伞啊，我没有带伞，然后那个变成一个话题，原来是没有带伞。说什么雨下好大，每一点点路都要走好久。我没有带伞。然后今天看到南部台湾高雄那边也是暴雨成灾。那有时候西南气流或是那个雷雨暴那边哦，就是有时候会下暴雨，一小时、几小时、半天以内下两三百毫米，真的是那个都会淹水了，排水沟都没办法负荷。他回金门过后，金门没再下雨。金门这边下雨跟台湾不太一样。金门这边夏天很少在下雨，几乎没有啊，只有梅雨季会有。现在都不会，就是蛮正常的，典型夏天的天气，很蛮热的。想不到昨天看那个一个气象，那个就是等于说，那个演出的那个气象报道说，那个南部那边有一大片那个雨过去，想不到早上就淹水，他们都停在那个地下室的，完全泡水车。所以说，最近那种天灾人祸都知道自己小心一点。对啊，好，你看是这个，你看还不错啊，蛮下饭的。红炸的炒卤味，这蛮好吃的。好了，你那边结束了，拜拜。今天拍比较久哈，OK，拜拜。